知识就是力量，信息就是财富。点赞关注不迷路，地产世界来带路。欢迎收看最新的一期《诚心的地产世界》。如果您喜欢我们视频，记得给我们点赞并分享。您的每次点赞都是对我们制作视频最大的帮助和鼓励。那今天在我们线上的依旧是美国顶级地产商 Cindy。你好 ，Cindy。Hello，Rain，Hello， 观众朋友们好。哎，最近啊，真是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视频，那这个视频很有意思。说什么呢？买房只能用现金，千万不能贷款。为什么？银行赚钱的方式就是让你支付贷款的利息。所以我问一下 Cindy， 您说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是不是用贷款的人、用房贷的人买房就是傻吗？就是交智商税吗？对，我记得那个 Rain 上次你给我打电话说，哎，这有一个这个很有趣的那个 video， 问我这个怎么一个想法哈？我当时就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有这个言论的人的话，我感觉他可能是对这个就是金融不是特别的了解，他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杠杆啊，包括那个通货膨胀啊这些怎么运作，就是说真正的有钱人是怎么样把他们的财富给积累起来的。所以呢，我就想，哎，正好我们可以借这个话题跟大家今天聊一聊，就是说呢，如果是用 mortgage 就是贷款来买房，是不是就是交了智商税呢？是不是就是很愚蠢的一种做法，不是很明智的咨询呢？那其实我这里要跟大家其实再分享一下，就是上一次呢，我跟大家有分享过，就是关于就是 Warren Buffett， 也就是说投资的时候你不一定真的不需要去随波逐流，或者是说，哎，如果是传统思维说，哎，现在利息那么高啊，那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去投资的时间，这个大多数人都这么想。但是呢，往往什么有些人的话是什么是逆向思维，逆向思维的话，他反其道而行之，往往是在这种时候的话，他懂得怎么去把握这个点。就像那个 Warren Buffett 说，哎 ，Be fearful when others are greedy， and greedy only when others are fearful。就大家都害怕的时候呢，你下手。大家都去下手的时候呢，你退缩，你止步不前。这个呢，就是说，哎，你怎么才能去逆向思维，去那个什么，去赢到，就是说，赢在这个策略上。哎，是的，我们这边就有分享啊，Cindy给我们介绍一下。是的，这也是名人啊，就代表着这个有钱人到底是如何去想的。同样呢，Windy，就是我们也是做了这么多期地产世界节目了啊。那同样，如果说有新的观众进来的话，还是必须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也会在每周六美西时间6点在华人网好视频，我们节目同时直播上线。如果说大家没有赶上的朋友，也可以在诚心地地产世界油管频道看看录制版，也欢迎订阅油管频道并加小铃铛，以便收到我们更新视频的通知啊。并且啊，在诚心地地产世界油管频道，你除了我们地产世界节目之外，也有不同的节目内容，更多的地产干货，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包含这边也给大家做几个例子：地产时事热点追踪、地产故事会、地产 Vlog 等等一系列节目，希望大家在买房和卖房的路上
走点弯路，好吧？来，我们继续问 Cindy 一个问题啊。既然富人其实都会积累财富，但是我有自己的想法。您看啊，我们算笔账，其实我们贷款买房的话，真的这个房贷利息太高了，算了一笔，好像都是为银行打工了。所以您为什么真的不认同，或者是这些有钱人为什么会用这个怎么用经济当杠杆的感觉？这个银行还是挣大头啊，为什么用现金买房不是明智之举呢？对，我可以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要是说买房，比如说你贷100万的贷款，100万的贷款的话，你是用30年来还贷，假设说我们就不是按照现在的最近的利息吧，就算就是 average，就算用5%的利息来算，那也就是说你从第一年到这30年以后，你等总共加起来，你的利息要大概要付差不多69.9万，也就是将近70万的利息。很多人想啊，我贷款100万，我还要付将近70万的利息，那这钱都给银行赚走了，他说太不划算了，是吧？就是我就用这个实例跟那个刚才那个 Rain 给我问的这个话，就跟大家展示一下。的确，你从这个字面上或者是书面上去看的话，的确是100万的贷款要还，最终30年以后要还将近70万的利息，那的确是给好像是被那个什么被那个银行给压榨了，银行的话把这个钱给赚走了，你等于是给银行打工，的确是有这种错觉哈。但是我觉得这是从表面上去看，就是从 surface 从表面上去看待这个问题。但是你要真正的把它像洋葱一样把它细细剥开来，一层层的剥开来的话，其实并不然。这也就是说，怎么样？就是说，要有那种逆向思维，或者是说，不是那种 conventional 那种 mentality 去分析问题。其实这里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个 concept，一个概念哈，叫做 inflation induced debt destruction。我第一次听到在读这个文章的时候，或者说看这篇报道的时候，是因为有我忘了是哪个学校学院专门做过这个经济学院嘛，他专门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就是说这个通货膨胀可以让债务来缩水。其实我们很多期之前有讲过这个话题，但是呢，今天呢，跟大家再细细的讲一下。这里呢，给大家看了一个 slide，就是说我从 Google 上面就是截图给大家看的那个定义哈，什么叫做 inflation induced debt destruction，也就是通货膨胀导致债务缩水。怎么通货膨胀让你的债务，就比如说你贷款，你的贷款怎么样的贷款额让它缩水呢？它这个英文的这个的定义是怎么说呢？是说 inflation will be paying off the mortgage with future less valuable dollars，也就是说，你现在贷了这个款，你什么？你是用将来这个钱来还，将来的钱因为有什么通货膨胀，所以你将来的钱其实就什么，不像现在钱那么值钱。我不知道这有没有这个，是有的，没有把也就代表这个着定义看得10年前很清楚的鸡哈。蛋价格和现在鸡蛋价格就不一样，对吧？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用将来的钱来还现在的债务，其实你是占了上风啊。这个，但是我们用数字来说话吧，因为我比较喜欢用数据，因为那刚刚讲到比较枯燥、比较抽象，可能不一定有人可能能够理解这个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就举个例子，我用简单的那个数字来举例子比较好跟进一点啊，follow。假如说你很多年前 N 年前买了一套房，这套房呢是很多年前 N 年前，它的房子只要18,000，我用简单的数字18,000的话，放20%的首款，也就是说你贷款时的话，14,000不到15,000，14,000的贷款。然后呢，比如说你这个30年，你贷完还完贷以后，你算一下，哎，这个等于是我前前后后全部加起来，你说贷款利息啊，加上本金啊，你还了多少？你还了36,000，你说你这亏大了吗？亏按照大了。这个 Rain 的这个想法来说，是不是36,000？你想想看，哇，我贷款才14,000，前前后后全部加起来，我还了36,000，太亏了。但是你想想看，你没有算进通货膨胀啊！你把 inflation 算进去，把那 inflation 调整一下以后，你真正的按照现在的价钱，就360,000，等于是什么？等于是就是往倒回来算，360,000按照 today's dollar 它值什么？值16,000了。然后再把什么？再把那个什么？你贷款里面不是有利息？利息可以抵扣吗？还有很多其他的可以抵扣的税务的那些福利算进去，你真正的你真正就是刨掉税以后，你真正付的那个什么钱，按照什么 today's dollar 或者是 effective rate 来算，你只真正的还了是12,655，哎，还比你真正便的宜贷了，款还便宜。对，所以为什么说你不能够从表面上去看它怎么样运作？你要什么？你要看入这个什么这个事情这个本质的那个什么，就是这个事情的本质里面，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所以说你从表面上看，你当然一看，哇天，14,000，好家伙，我要还36,000了。那你36,000算一下，inflation 调整一下，哎，调整回来才16,000，再调把这个税务再算进去，因为你不贷款，你就没有这种税务优惠啊，是吧？对。你只有贷款你才怎么你的，比如说你的 mortgage 利息才能够抵扣税务啊，你把这些不利加进去，
你真正全部算进去什么才是12000？也就换句话说，什么贷款 mortgage 贷款买房是什么？是一个 good debt，good debt 就是好的债务。相比较就是说那个信用卡什么是 bad debt，right？信用卡是坏的债务，所以我们要用好的债务去什么去积累财富。如果大家还是没有理解这个问题的话，我再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给大家看看是不是能够帮你理解一下，用另外一组数据。今天早上算出来的，今天临时算出来，就说 OK 100万。去买房，你放20%的首款，那等于是你贷款的那个什么 mortgage，也就是那个债那个贷款额什么75万，是吧？75万，我这用很保守的数字，也就是什么联储局，就是你知道 Jeremy Powell 他要什么2%的那个，他要把什么通货膨胀降到2%，现在的通货膨胀是6.4%，还有一段路要走。就算用那个叫就是 Jeremy Powell 他那个是联储局他的那个什么定的那个 target 目标2%的利那个通胀来算利率那个通胀率来算，OK，你75万的贷款额，你第一年按照通胀来算，这70万其实它真正的价值是76万5，第五年是75万，其实值什么82万8，第10年75万其实按照通胀率来算是值93万6。第20年是值117万6，第30年这个75万，其实它的真正价值，按照就是说那个按照 inflation 来算哈，调整过以后，它是值将近150万。这个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这个因为通胀的原因，其实这个债务啊是什么？其实这个价值是在增长的。但是你呢，因为什么？跟银行有契约在先啊，银行只贷你75万，他不能什么，他不能把这75万的债务根据什么 adjust inflation，根据通货膨胀来调整啊。所以说，它只固定是75万，它不能够根据什么？根据水涨船高，根据那个水涨船高，不能根据什么通胀的利率来调整债务。银行不能这么做，所以也就是说，你是什么借了银行的钱来赚钱，听懂吗？要是我还是没有把这个道理讲明白，怎么样讲比较好呢？假设说你贷款一百万，贷款一百万，咱们就按3%的那个通胀率来算吧。好啊，那一百万一年以后，这一百万就变成了97万了。有明白这意思了吗？就是它这个这它的 inflation 把本它的价值，它的消费偏全能力就越来越减少了，对不对？对它的购买力对就削弱了，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也就是说，你是在用什么银行的钱在赚钱，也就是把这个什么这个 inflation 的这个风险从你身上转到什么？你转到银行身上去了。明白了，是的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也代表着这个等价值的东西是越来越贵了，它的购买能力同样100块钱，10年前和现在又是不太一样了。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啊，这个同样用现金买房的人并没有这个，也不能说他们不机智，但是我说用贷款的方式来积累财富，哎，这也同样不傻。来，同样跟大家说一下，除了我们这个地产世界节目之外呢，也是开通了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扫一扫屏幕上面的二维码，包含微信、小红书、TikTok、抖音、知乎、哔哩哔哩啊，这里有更多的地产节目和地产干货和地产知识啊。我们这边有三个例子给大家说一下。好消息，美国房市回暖，这是最新的资讯。13秒人民币买房。这个是更多的是这个买房的一些技巧，1分钟看美国房市是涨是跌，这也是希望能够这些节目、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内容能够帮助大家真的少走弯路。来，我们再说一下关于这些富人，我们富人的这种思维其实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他们如何积累财富，他们如何保留财富，并且让自己的财富再进行升值，所以就其中有一点。如何利用房贷来积累财富？哎，富人都怎么做的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大多数的富人，就是至少是我的朋友圈里一些朋友的，经常聊，就是他们就是说把现金当做是一个 liability。而且他们的现金呢，是要怎么样把的他的资本，就是他的投资资本 capital，能够尽可能的 optimize 它的作用，就它的最大的效益，经济效益化。所以说，就是不像，就一般来说的话，就是我说，就是说没有进入那个富人那个 level 的话，大部分的人的话，他脑子他的思维比较传统，比较死板。就像刚才你在，就是之前我们说的，在小红书上有人发表这个言论说，哎。要用现金买房，用现金买房并你要是有这个能力买啊，并不是说不可以，当然可以。你要有这个钱，Why not, right? If you don't want to, you don't have to take a mortgage。但是就是说，如果是从财富积累角度来说的话，那用现金买房是不明智的做法。而且现金对大多数那个富人来说的话，他是认为是什么？是一个 liability，并不是一个 asset。
要怎么把这个 liability 变成 asset 的话，是什么？把它怎么有效的用出去、刮出去？你想想看，特别是在那个通胀率非常高的情况下，像没多久之前是9%多的通胀率，是吧？现在好下来一点，6.4，也是很高的通胀率。那在通胀率高的情况下，你的那个 cash 尤为变得是什么？是一个那个是更大的那个 liability。所以说的话，怎么把它有效的运用起来呢？其实很多富人什么就是用过用明智的，就是说那个 leverage 怎么去用杠杆，让他的这个资本可以投资的 investable capital 怎么有效的去把它最大的经济效益化。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我比较喜欢用例子来给你阐述一个观点哈，因为光讲理论的话是比较枯燥的。这里就说，哎，怎么样能够就说用那个 leverage 杠杆来买多个物业？为什么要这样做？比如说你有100万。100万现金，你拿这100万现金，你去买了一栋房，就买一栋房，100万全现金去买，哎，还是这100万把它分成什么？分成4栋房，每栋房100万，但是你只放每栋房你只放25%的首款。那这有什么好处呢？就说你同样的 investable capital，你同样的可投资资本，同样100万，但是 A 就是说 A 就是某个人 A 他只买了一栋房100万。B 另外一个投资者 B，他是用了同样用100万，他买了4栋房。是贷款。你说，他的 invest 他的什么 investment 他的投资 portfolio，这 A 的人的话，他只有100万，B 的人什么就立马就变成了400万的资产，是吧？是的。是不是这样？然后还有一点呢，什么？你如果是说一栋房的话，你的那个你就说你的那个税务，比如 deduction，就是税务抵扣，它是受一些限制的，或者是说它不可能尽可能的什么把它最大化。因为比如说，你就说，像 mortgage interest decode，我到时候可以待会给大家再举个例子，解释详细的解释一下。就说你的，比如说你的 closing cost，也就是那个什么，交易费用啊，包括你的利息付的利息啊，包括你的那个折旧啊，还包括一些什么维修啊，这等等等等等等。你一栋房你只能抵扣这么多，你4栋房你可以什么？你抵扣4倍啊！你是因为你有4栋房，是是的。吧？那你这样抵扣的话，你是更多，你这样你的税务优势或者你的税务优惠是不是更加扩大化了，等于是4倍了？还有一个呢，什么？你一栋房放到这里买着，是吧？用现金买，就在这一个点上。versus 4栋房，你可以什么？你可以降低你的持有风险。什么叫持有风险呢？就是说你买的地方，假设说你这个选址不当，或者是你没有那个什么经济发展变化了，或者本地的经济发展变化，或者是能够迁徙走了，怎么怎么样，就影响到你的房产的价值了，是不是？如果你买4栋房，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区域，甚至不同的州。这样的话，你是不是把你的那个投资风险就降到最低了，尽可能降低了？因为你的资产在不同的地方，就像你是有投资 portfolio 一样的，里面有股票、债券、基金，或者是甚至包括私募基金 PE，或者是 private placement，你各种各样的资产都有，因为他们的这各种不同的资产，它的什么，它的特质是不一样的。OK，就比如说股票和债券，可能从某种角度来说，它有一些什么，就是那个 negative correlation，它有一些反向的那个联系。那这样的话呢，可以什么？可以把它的 overall 它的风险降低。同样道理，你买四栋房在不同的 location、不同的社区，甚至不同的城市和州，这样的话就比你买一栋房，你的综合的那个风险要低很多了。是的，把这个房屋变成了一个这积累财富的方式，变成了一个像是这个如何能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这也是这个富人或者是这个聪明人的一个方式啊，或一个方法。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例子跟大家说一下。刚才对，把这个 slide 再给大家打一下。如果你要是还看不明白，你可以截图把这个截图下来。那下面呢，我就跟大家刚刚讲，就我有一个其中一个点哈，怎么能够4栋房的话，它的那个 deduction 它能够更4倍呢？而不是说你买一栋房只有一次呢，它有4次可以去抵扣。这里就给你举个简单的挑了其中一个例子给你举个例子哈，就是其中一个方向啊，一个方面给你举个例子，就是 mortgage interest deduction，就贷款利息的抵扣。这个是你可以在你的税务师啊或者什么，他都会告诉你，像这什么贷款的利息，它什么它是可以抵扣一部分的，它之前是100万，现在是降到了75万，也就是你的什么 mortgage debt，你贷款额的前75万那一部分是它的利息是可以抵扣的。如果你只有一栋房，你只能抵扣一次，只能抵扣75万。如果你有4栋房，你是不是可以抵扣4次啊？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嘛，是吧？这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出来。那你想是买一栋房好，还是买4栋房好？也就是不还就还别讲其他的方面，就这一项，就是贷款利息
你就可以抵扣4次啊，而不受像它的限制。如果是你是那个什么结婚了，但是呢，就是你报税的时候是分开来报，你还只能抵扣37.5万。如果是你一起报税的话，夫妻俩一起报税，你可以，你呢就是抵扣75万的贷款额的那个贷款那个 mortgage 利息，就是贷款利息。那是不是这个就是更有优势呢？像我自己的话，我就是除了自己有一个主要的 primary home，我自己在新港的房子，我另外还有一个 second home。second home 是为什么我就用 second home？因为只有这两个的话，它是什么可以有，我可以去抵扣这个贷款利息的，是吧？那这所以说有些时候的话，什么是你可以 work hard，你可以很勤奋的去工作去努力，但有些时候都是要 work smart。要怎么？要有效的，要有用明智的一些策略方式去让你更快有效的去积累财富啊。然后呢，还有其他几个优点，我大概给大家讲一下。我不知道时间上怎么来得及吧您哈。说，来，我们这边看一下。刚才除了那几个点，还有说到为什么说买4栋房比买一栋房好呢？同样100万，另外一个什么 easier to finance。为什么说 easy to finance 呢？因为你想想看啊，你这个你贷款，你这个什么，一般来说你去买那个四个这样的房子，是不是它相对来说，如果是它的房子你买的小一点，它就比较什么贷款，就是银行给你贷款，它会比较更愿意给你贷款，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你的房子如果不是那么贵，你买的稍微小一点或者偏远的地方，你买的房价不是那么贵的话，你的那个 debt 比较少的话呢，它那个就是说贷款银行它会更加愿意给你贷，而且的话，因为他会认为它的风险比较小，还有呢就是你贷款比较多，你积了你一定的 credit。你想想，你用现金去买房，你怎么能够积累你的 credit？在美国，大家都知道是吧，Rain？你的 credit 很重要啊，你的 credit 很重要是吧？你要是没有 credit，银行就不敢借钱给你啊。但是如果你要是借了钱，哎，你借了及时还，按时还，然后你同样再借的话，你下再借就非常简单了。而且你跟银行建立很好的关系，银行的话呢，它也会给你一些 relationship based 的一些好的 perk，比如说你的利息就更低一点啊，或者是一个条款更加对你更友好一些呀，这些都是怎么都是优惠条件。还有呢，就是 better cash flow，就说你买有些，比如说多买一些房产。我刚刚给你举的是一个比较死板的例子啊，假如说你同样100万，你就是多买一些，不止说只买4栋，你可以说多买一点。但是每栋比较小一点，那这样的话，你的什么，你的那个小一点的话，一般你的社区是不是它的持有成本就比较低啊？像比如说在新港，像在水晶湾好了，你就用水晶湾举例子，它那个什么 Crystal Cove，它的 HOA 费用是多少？HOA 费用是650，我记得还是650还是700多？像我们社区在新港社区，我们社区是大概是500多，忘了是多少，具体多少，因为自动扣，我的账扣算500。那你想想看，跟其他有些。小的社区或者开放的社区，或者是说房子小一点的社区，它那里的 HOA 要不就没有 HOA 费用，要不呢就没 HOA 费错。100美金是吧？100美金，那很少，那里的持有成本少的话，你的是吧？你的投资回报率就更高呢，是吧？还有呢，最后一点就是给大家提醒，就是说 easy to manage。你买一栋房，比如说买一栋那个房子的话，让别人去给你打理，你一栋房说实在，其实也要做基本上类似同样的工作哈，就是你找一个托管公司去管理，他给你收费可能还高一些，因为就一栋，他还要跑要做那么多事儿。然后的话，你如果是说给他4、5栋、5、6栋去管的话，那他给你的什么收的费用，他就会什么会降低你，因为他什么有一定的规模性，甚至你买30套、50套，那就跟规模更大的话，那你的管理费用，你要付的管理费用就更低了。所以呢，这里就总的来说，就是从各个方面来讲的话，如果你投资的话有一定的规模，那你的真正的平均的你的持有那个持有成本或者是一些费用的话，overall 都会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如果大家想获取最新的资讯、最新的地产文章、地产新闻、地产这干货的话，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程心地的微信公众号"地产世界"啊，这里有每一期的地产世界视频。如果说您在国内也关注美国房产的话，也可以不用翻墙，看 YouTube 油管就可以在微信上看到我们每一期的节目了。微信公众号 ID 就在我们右下角。包含这边其实也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如何将钱汇入美国，我们专门是第86期地产世界节目，大家也可以在程心的地产世界油管频道观看，也可以去微信公众号上观看，好吧？但是同样，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的利息啊，实在是，咱们做了多少期节目了？90多期了吧？对，你现在连我名字还啊没不搞清楚，，Cindy 啊，是的，是的，哎，我就是口误，就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现在啊这个地产贷款的房贷利息啊，实在是太大了，
那我们今天既然说了关于这个现金还有房贷呀、买房的一个比较啊，或者是这个优劣势，那我们不得不提到，那您说现在是不是买入用这个房贷来买入的一个好时机呢？其实我刚才有点到这一点哈，就是说我个人认为，就是我比较喜欢就是逆向思维，就是说反其道而行之，就是大家不买的时候，我反而喜欢买，因为这时候的话，我比较容易找到好的机会，因为我可以说我自己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典型的 opportunist，是什么投资机会，我一直就是在寻找是这种非常相对来说比较典型的机会主义者，包括我好些朋友我认识的也都是比如说去银行找一些那些就是一些就是 bad debt 一些资产不良资产啊，或者是说政府有一些好的一些那些项目啊，你像这好的机会你要把握吧。就像现在的话，我觉得其实大家都不买的时候，我觉得往往这种时候你是有机会可以找到不错的那个那个地产或者是投资物业的。就是从几个方面给大家稍微概括一下吧。对，比如说，为什么现在我认为，虽然说利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其实也没有之前那么高了。像去年的话是7%的那个贷款利率，现在的话应该是大概差不多5.75%左右，或者是6%，跟去年相比还是相对往下走了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样，当然比几年前的话是要高了一些。但是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因为是这个原因而驻足不前，反而是什么？我觉得现在是很好机会，是因为现在房价相对来说低了。是吧？因为什么？因为之前的话是供需严重的不平衡，那现在因为利息上去了，所以买房的买家呢少了，所以它的供需呢就相对来说缓和了一点，它中间的差距没那么大了，是吧？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高利率的话，就让有一些真的就是说他的负担能力不够的人呢，就什么自动的刷出了市场，就是吧，是吧？刷出去了市场。那还有一些就是因为什么？因为高利率它的确是能够把那个什么，就是downward pressure，就是把那个房价给压下来。这样的话，你现在去买那你就可以相对来说不要付像那个什么之前要付那个什么 over asking price，就是超过要价的那个价钱去购房。你现在基本上可以说靠近要价或者是说要价来买房，是吧？那这个情况就不太一样。特别是说你要是有其他的一些好的条款，你还可以谈下来。那当然这个的话就是说你要把握机会。所以现在的话，如果是你有能力，你宁愿是说现在虽然说利息高一点，你可以买个好的价钱，也比你说待会儿 OK 过一两年利息下来了，但那个时候又利息下来，又更多的买家去买呀，更多买家去买，是不是又竞争又强了，又会把价钱又推高了呢？是吧？你是说现在利率高一点，但是你房价稍微低一些，还是说过一两年，OK，你的利息低了一些，但是你的房价买高了一点？其实基本上 offset，而且还别说，你现在说利息高了，你到时候你还可以 refi 重新贷款，还可以把它利息降下来，是吧？这个是一个 option，它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也就是说你 married house you date the rate，所以这个利息的话是可以调整的嘛，是不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就是在市面上有更多的房子供你选择，因为高利率是吧？很多那个什么，竞争少了，所以说的话就是很多那个什么买的买家少了，那这样的话在市面上是不是它的那个什么，它的那个库存就多了？库存多的话就说明什么？就说明你就有更多选择了嘛，是吧？同样道理，还有房价高的话，你像今年1月份美国平均的房价还是涨了1.1%，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还是涨了1.1%，也就是说没有，并没有下降。我说的是全平美平均，均哈，不是说某个具体的区域也就是说房价总体来说是没有降的，是吧？那这样的话，更加就是说有些房产可能就滞留在市面上，还没有有没有售出去。那这样的话，就积累起来一定的那个什么库存量，这样你就有更多的选择所以说呢，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从买家有能力的买家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那个机会。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现在就是竞争比较少，所以呢，买家也不像以前那么多，所以买家呢，他的购买风险要比以前要低了。像之前的话，竞争那么激烈，比如说一栋房收那么70、80个 offer，甚至更多，100多个 offer。你记得我们在节目上有说，在 Washington 是吧，在华盛顿有一个房子收了好像几百个 offer，那真的是非常哦，crazy。对呀，是吧？真的是非常 crazy。那你想想看，这么多 offer 竞争的时候，他是不是要让他的 offer 要什么 stand out，要那个什么要叫独鹤立鸡群，要那个什么独树一帜，能够 stand out。那这样的话，他就得必须要什么，要出一些给卖家提供一些非常有诱惑性或者有非常非常 attractive 的那些条款。比如说，他就说，哎，我就不要那个房检了，我就不做房检，或者是那个我就 waive home inspection。那个 contingency，也就是说，如果房子出了什么问题，我就怎么就担这个风险了。他就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风险，买房子没有 home inspection，
contingency 是很大的风险，还有一个 appraisal。如果是说你要是没有 appraisal，就是说你的房屋的估值，如果是远远低于你出的要价，那你还得有现金啊，补上这个 gap，补上这个缺口。那这些对买家来说都是不是很有利的那个什么那个就是说竞价环境或者是购房的环境那个情况啊。所以说呢，现在不存在这种情况，也就是也有竞价，也有 bidding。哇，但是不是像以前那么激烈，所以说相对来说，我们还是可以，就是说可以把这个 home inspection contingency 啊，就是屋检这个反悔条款，包括 appraisal 估值条款可以写进去。不过我也有一些例外哈，exception，像比如最近我跟我帮我的一个客户在 West Covina 就是 bidding 就是抢购了一套房，那个房真的非常漂亮，而且还做了装修。当时呢我们交 offer 那个当时要价是我记得是。799万不到80万，不到80万。然后的话，我已经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他们已经收了好些 offer 了，就因为跟对方有沟通嘛。然后他们收了好些 offer，我们就在想啊，哎呀，这个买家，我的买家非常非常想抢的这个房，那就只有绞尽脑汁想怎么能够让我们的 offer 特别的有强有力，因为他们那个买家还有手上有钱现金啊。你像我这个买家是贷款的呀，贷款呢跟全现金去竞价的话，那真的是或竞争的话比较难，是吧？那所以说后来呢，我就什么通过我们的那个我经常有合作很多年的贷款专员，然后呢又有经常那个贷款专员非常熟识的 appraisal 就估值评估师，然后我们就在什么没有交 offer 之前，我们就让这个评估师大概的估了一下这个房产价值。那评估师呢估完了以后，他大概说他这个房子值82万，那这样我们就有底了，大概应该出多少 offer。其实我们没有出的82万，我们出的价钱其实就是高了一点点，没高多少。高了几千块钱，但是我们在里面的话，就是跟那个买家商量过了以后呢，我们没有要那个什么，没有要那个 appraisal contingency，也没有那个什么 loan contingency，因为我的贷款专员我们合作过很多年，他有这个能力帮他说，哎，这个贷款没有任何问题，一定是100%能够批下来。所以呢，当时我们就写了这个非常非常competitive 那个条款进去，所以我们顺利抢下来了。但是跟我们这个整体来说的话，就是说这个购房环境的话，看你在哪个点，在哪个区域买房，它还是有 bidding war，还是有 bidding war。但是呢，千万不要轻易的去 remove 这个 inspection 和 appraisal contingency。所以说现在这个购房的环境的话，应该来说比原来好很多了。你可以写 home inspection contingency，也可以写 appraisal contingency。之前的话，很多人都是全部 give up。就是真的是带很大的风险去买房，所以现在买房的话，买家的风险少了很多。哎，是的，这不同时期啊，买房它当然有优劣势了。像现在买房的话，可能这个利息会比较高，但是呢，其他的一些条件其实比之前要好很多。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同样呢，Cindy 团队也是在这个招财纳闲啊。如果说您对于地产感兴趣，您就是地产从业者的话，也可以将简历啊投掷在我们右下角的邮箱中。包含这边也给大家看一下北加州的办事处和南加州的办事处。来，我们继续问一下 Cindy 一个问题。我这里稍微给他评价，就是因为之前那个 Rain 介绍我都是说，哎，那个就是加州地产是吧，成圣地。其实我们做那个地产业务的话，不仅仅是在加州，我们还在佛州和 Illinois 州，我们也有地产业务啊。就是说给大家顺便说，哎，是的。因为不仅仅只是加州，因为佛州也是我们的主战场。因为佛州那边的话，的确从投资角度来说的话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们在佛州的话也有当地的本地团队也在做那地产业务。哎，是，那同样呢，我下面问 Cindy，就是很多人在关注的问题了。之前没有买过房，那我现在要买第一套人生中的房子。那您说啊，这个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就是租房和买房两个选择。那您说在哪里租房，应该在哪里买房呢？对，刚需买家来说，我之前也说，我现在还是这样说。如果是刚需买家的话呢，你真正的是要就是说，考量评估一下，最好找一个有经验的 agent 帮你，就是去分析计算一下，看你是不是按照当地你要买房的那个位置地点去算笔账，看是不是该买房还是该租房啊。这里呢，跟大家其实就是说分享几个点哈。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现在的通胀，大家都知道，现在通胀虽然说下来了，这通胀率已经降到6.4了，但是虽然离 Jeremy Powell 他的2%的那个目标利率还是有一段距离，但是不管怎么样是慢慢往下走了。那虽然是6.4，但是这个利率还是这个通胀率还是 push up 那个什么，它的那个租金是吧？租金还是往上涨了。像现在你看，如果你是租房的话。如果你租房的话，你的房东他肯定一般给你签租约，聪明的房东是给你签租约不会超过1年的。
因为什么？因为它要调涨啊，它要调涨那个 inflation，right？跟着 inflation 通胀率来调涨租金，所以它不会一般的情况下，聪明的房东的话，他是不会给你签超过12个月的那个 lease agreement 租赁合约。那这样的话，怎么？它就可以 keep up with inflation，它的那个租金可以往上调。那对你来说，作为如果说你是租客，那你是特别不利的。这样的话，你没有安全感，你没有稳定感，你还得at the landlord's mercy，right？他给你给你怎么样？给你稍微不要涨那么厉害或那么凶。像在加州还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租金管控啊，就是 rental control。像在伊利诺伊、芝加哥还不存在，包括佛州有些地区也不存在那个租金管控。那这样的话，你作为租客，那你是不是每12个月就要提心吊胆，不知道这个租金要涨多少，是吧？所以说的话，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当然是最好是，如果是刚需买家的话，那真的是需要买房。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说。就像你看这个上面写的，就是说你要买那个什么，你要买房还是租房，你要看你的什么，你这个是在哪个区域，包括它的那个租金涨幅有多少。它这里写的就是说，这个报告是从 CoreLogic 最近出来的一个分析报告，说的什么呢？就是它这个现在的租金，就是它的租金的涨幅啊，你看这个很高了，你看14%多了，14.3%左右啊，然后还有低的呢，有6.5%，那这什么区别呢？就是说你看。低端出租房一般来说比较便宜的出租房，它的租金涨幅是10.1%，反而呢是高端的租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房子，它的租金涨幅才只有6.5%。比如说在新港租房，你比如说在水晶湾或者在 Pelican Crest 也好，在 Pelican Heights 也好，你租一个房，那租金比如说3万、5万、4万一个月，它的租金涨幅才平均来说只有6.5%，因为那什么那个房子它的租金很高啊，那是高端的那个租房是吧？如果你要是说去。比如说去 Riverside，或者是去那个更加偏远的地区，比如说 Azusa，那你那些小一点的地，那个什么low end 出租房，它的租金涨幅还反而更高。这一点告诉你什么呢？你有没有可以，你 Rain，你有没有想到，就是刚才我们之前讲过一个点什么呢？你如果说你投资客的角度来说，你有100万现金，你拿100万现金去买一个100万的大房子，还是说拿100万现金把它分拆开来买去四买？个，五个、六个，甚至是更多的，看你怎么去 leverage，大概多贵是吧？20万、30万、40万。比如说你去那个 Orlando，或者是去Tampa，你买一个，比如说30万、40万，一般来说3到4间卧室的出租房，那它的租金涨幅还反而更高。你要是去迈阿密，去买一栋100多万的那个房子，你还不如是去 Orlando 去买多栋小房子，就这个道理，就是反而是小的低端的房产，它的投资回报率反而更高。你买的更贵的房产，它的投资回报率反而就是什么降低了。这个从经济上角度上来说，有一个专业术语叫 diminished curb value，就是说你这个价值到了一定的点，它什么，它就是 curb 反而往下走了。哎，明白了。那同样，我这边然后刚有一个才，表格，是图表。对对对，刚才有那个 Rain 问了我的问题，就是说在哪些地方呢？就是说，它这个。租房比较合适，或者在哪个地方呢？来说的话呢，可能就是看买房的几率，或者是说是不会更好。这个图呢，也是 CoreLogic 图啊，给你看一下。就是这个右边图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明白是怎么一个道理啊。我就大概给你讲一下，其实它有一个两种颜色的线哈。这个浅蓝色的线呢是2021年的租金，然后深蓝色的线是2022年的，它是同比。就都是11月份的同比。那这个一目了然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我你看这个 Orlando。它的市场是非常稳定的，因为它2021年和2022年它的租金的什么 growth rate 好像没有太大区别，没有太大的那个什么幅度。你看这个幅度最大的是什么？是迈阿密，也就是我在左边总结了右边的这个图表，左边给你总结了一下，就是说哪个租赁市场是最稳定的呢？就是奥兰多、芝加哥和洛杉矶。就是这个绿色线哈，我比较喜欢用绿色线，因为美国的美钞是绿色，所以只要是赚钱的，我都比较喜欢用绿色。所以他这一说，哎，租赁市场稳定的。那如果从投资客的角度来说的话，你肯定希望投资的是投资在什么租金稳定的地方，是。你不是要投的迈阿密啊，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像 Las Vegas 还有那个凤凰城 Phoenix 这些租金都不是非常稳定。你看这些一起一落，这个落差太大了。像迈阿密这边，Las Vegas 和 Phoenix，而你看看这里，芝加哥还有洛杉矶，包括 Orlando，他们的租金 growth rate 是非常稳定的，几乎是 neck to neck 比较持平。
啊，这里还点出了一点，就是 Orlando 就是那个奥兰多，它的那个租金，year over year 它是什么年度增幅平均是13.4，这是全美第一了，排名第一了，这个数据就看得更加透彻了，就是你看奥兰多，然后这个虽然说迈阿密它的租金涨幅也是挺高，但它的租金不是很稳定，租金收入不是很稳定，所以相对来说的话，Orlando 是更好的一个投资的地方。然后这个还有在加州，因为我们主要是做加州、活州和 Illinois 州，所以说你可以看出来，我们框出来就 Florida 是我们也是做投资的地方，在 Florida 就是 Orlando 就是黄线勾出来的，下面是 San Diego、Carlsbad，还有芝加哥，还有包括洛杉矶 Los Angeles，还有 Long Beach 长滩这些地方的租金都是非常稳定，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些呢，如果是你作为投资房地产投资客来说的话，这些应该说是相对来说会不错。因为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我特别特意的勾出来呢？因为一个是就是我觉得它的租金涨幅非常不错，另外呢，它的那个房子的 appreciation 也还不错，特别是加州它的那个房产它的价值的 appreciation 是非常不错的。是的啊，来，我们继续啊，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是您最近啊正在买房卖房的话，您关注地产资讯的话，那么大家也可以去乘 Cindy 地产世界网站，Cindy 的网站去看一下，这里有更多的买房卖房的小工具啊，这个实用工具给到大家，包含这边有 MLS 实时房源搜索、房屋估价分析报告。房屋按揭付款计算、住房市场趋势报告、独家代理的房源视频，以及我们每一期的地产世界专访视频，这边给大家推荐两个工具啊，也是特别实用的。一个是关于这个一个是关于房产的估值报告。您能直接把自己地址啊放进去，您就知道了自己的房产大致估值到底值多少钱。还有一个是买房的时候用到的房贷计算器。那么您能算出每个月到底能还多少钱，是不是在自己的经济承担范围之内？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 Cindy 的网站，就在我们左边啊，大家可以直接复制到自己的网址里。好，我们最后啊，也是一个大家比较期待的环节，也是一个福利吧，啊，与我们分享一下任何关于最新上市的一些地产。对，最近上市的，我在上期好像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这个是正式上市了，这两天刚刚上市。这个是在 Corona Del Mar，就在新港的一个就是海景那个 condo，就是公寓，它是两个 condo 合在一起，就是它是连两个 unit 两个单位，它这一出门你看就是海，而且它还有一个小的那个游艇俱乐部，你可以这里把你的船可以趴到这儿，有空有没事儿的话，你可以开着你自己的船。哎，去那个 Bay Back Bay 去溜达溜达，你可以从这个右边的 Google Map 上可以看到它离海有多近。你看哇！Corona Del Mar，所以说风景特别漂亮，气候也特别好。当然，你靠近海那么近，你不用担心，特别是女生不用担心皮肤会起皱纹，因为它的水汽那个水分里面的那个keep you dehydrated。这个呢是从房子里面看出去的景色哈，就这个是客厅，你会看到这客厅看出去，你看这个海湾，然后。这个中间的外面呢，就是什么社区的游泳池，所以这风景是特别美的啊。这个重新做了装修，这个业主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啊，大手笔去把这个房子装得特别漂亮，特别现代化。然后这个呢，这个价钱还没给大家讲吧，它是要价是480万，它是4间卧室，3间浴室，它的居住面积大概是2500平尺。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可以上我的网站上去查看具体的详情。然后这个呢是可以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到它的卧室，它的卧室还有它这个客厅，你看到没有？外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patio，就是那个像阳台一样的那个大的 patio，很长从前门一直 stretch 到那个主卧，所以这一大长条都是私有的、私人有的那个 patio space。那这里的话就是这些还不算面积呢，这么大的 patio 都不算那个居住面积。然后这个呢是从就是社区泳池看出去，一出门就到了社区泳池。这个风景是不是太美了？就感觉像在度假一样。是的，来，我们这边对，还有一个房产，给大家看这一个下。呢是我独家代理的，是我独家代理的这个降仓价。库在 West。对，我们最近把它调价了，原来要价是5100万。其实我们收到了多个 offer，其中也有 offer 是出到了5000万的。所以呢，现在我们调的是4980万。4980万，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信息啊，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可能就没讲那么多。但是我给你看的，就是说它大概的位置是非常好的，靠近那个什么公路，还有110和605的高速，所以位置非常好，非常优越。它将近8个一亩，
巴格伊姆的话，我们也去做了那个什么，做了就是那个业主呢，他去做了重新的就审批，就是说政府呢可以让你把这个重新改建成就是把它的面积，就是仓库面积从10万英尺，将近10万英尺，double 到20万英尺，也就是说的话，它这个投资潜力是非常大的，因为它地非常大，它可以说在 West Covina 它那个什么工业区，它这是唯一一块最大的地，就是可开发的地了。所以呢，有兴趣的那个投资客呢，也可以跟我联系，特别是做那个 industrial development，也可以跟我联系。这个机会难得。嗯，是的，好，今天感谢啊，Cindy 给我们做这样的分享，谢谢您。对，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上我们 Cindy Chen Realty 在油管频道上的各个那个上我们的油管频道。我们的油管频道的好处就在于是非常容易找得到我们以往的节目。是的，当然，如果说您想咨询任何关于地产方面的事宜的话，也可以联系一下 Cindy 团队，就在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大家拿起手机扫一扫就可以了。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全部内容了，当然感谢 Cindy 的分享，每周六美西时间下午6点，我们不见不散。知识就是力量，信息就是财富。点赞关注不迷路，地产世界来带路。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来。